强，不挑食。那好软。我下一站是。可以抵消费，我换了一个卸妆油。你看它的形状很特别，而且它是全部都是玻璃，走在里面采光超好的。而且啊，这里很有名的是它的火锅，就是如果你有机会来的话，可以吃吃看他们的火锅。这里很适合带小孩或者是长辈来散步散心，风景很优美。OK， 那我们原生植物园就到这边喽。的传统家屋全部都是用竹子做的，我们进去参观一下，好像很凉爽哎，连炉灶都有，喝水的竹筒都有。这里是真正的现场哎。